方政委啊，这么晚了您还来吧？不放心啊，是不是有好多人给你打说情电话啊？啊，多了，都让我顶回去了。嗯，就连何书记、于书记也都来说情。我是真没想到，我现在怀疑刀疤他们背后还有更大的事儿。什么事儿？我也是在怀疑，在清水为一点小案子来说情，倒也是常事。都说现在执法难，执法环境不好，这回我是切身体会了。我们只是处理了三个地痞流氓，就遇到这么大的阻力跟干扰，那别的案子呢，会是什么场面？一个晚上你就得罪了好几个人呀，而且都是领导，一个级别比一个级别高，时间长了还不知道要得罪多少头头脑脑啊。比如说这何大来就是个难缠的主，身为地区政法委副书记，没见他干过几件正经的事，哼，自己生活不检点，还老为别人说情，得了个外号何大赖子，我看是名副其实。见了这人我就头疼，这回你怕是躲不过去了。无所谓，反正我从来都不怕得罪人，我倒想看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坚持原则是对的，可是在以后的工作中，他作为上级要是想给你使绊子，恐怕是凶多吉少，防不胜防啊。不怕他，而且我相信这种人还是极少数，他也成不了。但愿如此吧。你看你刚来就遇上这么不顺心的事儿，真是。方政委，嗯，你别担心，我知道该怎么处理。好，以后咱们多沟通。我走了，哎，别走，别走。秦主任，这新来的林局长就是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啊？至少他没曾局长那么油滑吧。哎，他让咱们把以前没立的案子都补报上去。不知道内情的人光从报表上看，破案率肯定是降低了，那上边会怎么看他呢？哼，他这是刚来还不知道深浅呢，你等着看吧，要不了多长时间这案子攒多了又都破不了，肯定也吃不住劲，到时候也得找你来技术处理。喂，武林，是我，曾立权，你的前任。啊，曾局长，你好。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哎呀，给你打了很多个电话都没有人接。嗯，我知道你很忙。怎么样？感受如何啊？这清水是不是很复杂？那个滋味我可是尝试过。啊，还好吧。好，以后啊，有什么不明白的，给我打一个电话。当然。遇到有些问题我还真得向您请教。好了，咱们就不要兜圈子了，我想说个情。你们今天是不是抓了三个人呢？啊，你看能不能给我一个面子从轻处理啊？我的要求不高，人现在不是已经被拘留了吗？现在如果放出来当然说不过去了，可是能不能少关几天？两个月太长了，五天怎么样？曾局长，这恐怕不行。你也是老公安局长，你说咱们能这么办案的吗？你看，你看，
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不开面，还真不假。你就别给我上法制课了，啊？这也不是什么大案子，治安处罚嘛，轻一点重一点有什么呢？可这个对我很重要，我刚上任，如果开了这个头，以后还怎么工作？还请你能谅解。不行是吧？好，我知道，我现在已经不是清水公安局局长了，所以说话不顶事儿了。不过我还是得给你提个醒啊，清水的事情很复杂，我也曾经想秉公执法，但是最终我明白了那行不通。你非要那样做，那就好自为之吧。您哪位？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你知道是一个正直的支持你的人就行了。而且我不是一个人，我代表一群人，那些个体车主和司机，代表清水的老百姓。你拘的那三个人是郑光军的人，是车匪路霸，根本不是什么执行公务，所以你干得很好，我们拥护你。你到底是谁呀？你别再问我是谁了，只希望你主持正义，把郑光军他们的罪行给挖出来。那时候，老百姓会给你们烧高香的。好了，太晚了，影响你休息了。再一次表示感谢。啊，请你注意多保重。你这个公安局长算什么东西？只会拿我们这些小收费员开刀，什么秉公执法，狗屁！你什么意思？我什么意思你知道？我告诉你，这笔账我们给你记着呢。什么事儿？你怎么了？半天不接电话。秀云呢？没什么，我还以为是别人。这么晚了你还没睡，有什么事儿吗？李音，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今天下午我们厂的书记找我了，说他有三个朋友在清水被你拘了，求我跟你说说情。我知道你的脾气，可是他再三的让我求你，我实在是推不掉。哎，你看能不能处理得轻一点？这么晚了，你给我打电话就为这事儿？你告诉你们那书记，想都别想，让他先去学学法律。不行就不行呗，冲我发什么火呀？跟吃了枪药似的。小月，对不起啊，我不是冲着你。你不知道我这一晚上接了多少说情电话。刚才这个电话我都不想接，怕又是说情的。这帮人也真够可以的，托关系都能托到你们那儿去。什么案子这么乱啊？都是些什么人找你啊？林音，你就是顶回去的话也要好好说，千万别发火，我就担心你的脾气。你别担心，我能处理好。啊，对了，爸爸怎么样？他没事吧？没事，挺好的，你放心吧。我不在家，家里就靠你一个人。
你也要多注意身体。哎，要不咱早点把家搬过去吧。啊，搬家的事儿等我先忙过这一阵儿再说。好了，你早点睡吧。嗯，好嘞，你多保重啊。哎，再见。我这两天啊是没睡好觉啊，连何书记出面林荫都不买账，刀疤这回算是落在他手里了。刀疤这种人呢，毛毛糙糙的，只知道打打杀杀，进去待几天也好，省得再给你惹事。这话我可不爱听啊。刀疤怎么了？打打杀杀又怎么了？梁山，光有智多星吴用行吗？还得有冲锋陷阵的鲁智深李逵吧？光有吴用能打仗吗？行了，你就少说几句吧。林荫这么做会不会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做给人看的？别抱幻想了，林荫这个人我多少知道些，他跟老曾可不是一号人，在分局挂职锻炼的时候就把白山市的吴老三给收拾了。都怪于海荣这个王八蛋，他要不跟我争这个局长，何至于闹成这个地步。算了，过去的事就别提了，我就是担心刀疤进去啊还不给折腾熟了，万一他要是扛不住。我给刀疤递了话了，只要他们不乱说什么，最多半个月就放出来了。我看这事儿啊咱们就先忍了吧，再让姓林的倒出点什么来，咱们就更麻烦了。我就不信这个邪，公安局长有什么了不起的？只要是得罪咱们兄弟，没他好我的事儿。这事儿不能算完，等会儿我让几个兄弟把老杨他们爷俩收拾了，他们要是不咬，也就不会有这事儿。得让他们明白明白，不然啊他们会翻天的。你怎么就这么沉不住气啊？关刀疤半个月，林荫正闲不过瘾呢，正找茬扩大战果，你现在去闹那不就给他送大礼吗？牛局说的对，林荫正在兴头上，跟他硬干咱们肯定得吃亏。咱们呀就跟他来软的，先礼后兵。当初老曾不是也跟咱们装过一阵吗？到最后怎么样，不也成咱们的人了？跟林荫啊咱们也得先用这招。牛局啊，你也注意点，跟他搞得太僵了不好。行，这个我明白。行了，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来日方长，不就是个林荫吗？别太当回事。行了，时间也不早了，你也就别回去了，先去洗个澡，桑拿一下，再去按摩按摩，放松放松。好嘞，那姓林的能把我给吃了？咱该吃吃，该喝喝，天下太平，他能把我怎么着？啊？来，来。喂，林局长，我是秦志健。市委大楼出事了，大楼的值班员被杀，几个办公室被撬，咱们刑警队的人都来了，在勘察现场。好，我马上就到。现场尸体南侧1.5米处地面上发现嫌疑足迹，足迹长度27厘米，尸体为男性，尸长169厘米，呈右侧卧蜷曲状，
林局长。死因查明了吗？没发现外伤。刑警队谁在？罗队长在楼上吗？大致的看了一下，四位主要领导的办公室想给敲，具体损失也不太清楚。牛局呢？我打电话给他，手机关机，床呼也不回。打家里，他爱人说什么？他说牛局昨天晚上打电话回家，有个紧急案子要办，就不回去了。他爱人还反问我说牛局是不是跟我在一起？为什么不向我报告？牛局交代过，如果有案子，一定要先向他报告。所以就，哦，也不是，主要是接到报案后，我们非常着急，时间太早，怕影响您休息，想过一会儿再向您报告。以后凡是遇到重特大案件，必须第一时间向我报告。哦，林局。老平，发生这么大的案子，为什么不向我报告？我在问你呢，是谁把我这个刑侦副局长给撤了？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及时报告我？我吵过你，手机关机，传呼你也不回。哦，啊，对。昨天夜里我岳母犯病了，我下乡去了，那里的手机呼机都没信号。刘局，你岳母病了你爱人不知道，他怎么没跟你一起去？啊，我不是个怕老婆的人，什么事儿都向他汇报。我岳母确实是病了，如果不相信你们可以去调查。行了，现在说这些没有意义。王书记，太不像话，居然出这种事情。王主，我是林英。哦，新来的公安局长。是。请协助我们工作，保护现场。哎，万书记，请各位领导协助我们一下，保护现场。哎，请协助我们工作。好，于书记，我们都支持一下啊。全体到会议室开会。刘明，这回可全看你的了。是，你也参加会。好，是了。还有你，林毅，你也来一趟。注意保护好现场，配合技术科勘查。市委大楼发生这件事儿，我们怎么向地委交代？清水的治安怎么成了这样？牛明，你说说，你们公安局怎么回事？是我们的问题，连市委大楼都没保卫好，应该接受批评。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万书记批评的对，这些案件不是偶然的，公安机关要抓大事，那些鸡毛蒜皮的治安案件犯得上花那么大的力气吗？我看今天这几案件是个警钟，要是不接受教训，恐怕今后还会发生更严重的案件。于书记，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怎么就听不明白呢？发生这起案件，公安局固然有一定的责任，可林英同志刚刚上任，不能把什么问题都推到他的身上去。要是打板子，前任局长老曾最应该挨揍，怎么没见过你批评他呢？于书记啊，你是专职的政法委书记，又在这个大楼里办公，难道一点责任就没有？我没别的意思，我是说公安局应该加强内部保卫工作。我既然是政法委书记，我就有批评他们的权利。我觉得公安局的内保工作抓得还是紧紧，金树林局长就来到市委好几次检查安全保卫工作，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关键是要尽快的破案，只有破案我们说话才有力度。那好，你们公安局先表个态吧。哦，对了，牛明，你是管刑侦的，先把情况介绍一下，再谈怎么破，什么时候破。啊，我也是刚到现场，现场勘查还没有结束，情况有待进一步核实。至于破案嘛，我可不敢保证一定能破，在什么时候能破。好，说得好啊。是啊，警察不是神仙，谁敢保证哪些案件一定破，什么时候破？可是市委大楼这么大的案件不破，你们公安局怎么向市委交代？市委怎么向地委交代？跟你们说吧，案件破不破是另一回事，反正等一会儿我就向地委汇报。这个案子要是不破，在座的各位怎么向清水老百姓交代？万书记，要是案子破不了，只能证明我们公安局无能，我这个副局长也没脸再干下去了。如果不能破案，我就地辞职。林局，牛局都表态了，你呢？我认为现在并不是考虑辞职问题的时候，而是要全身心的投入到侦破中去，冷静的思考，制定周密的侦破方案。那好，您有什么具体想法？目前现场还在勘查中，案情要等勘查结果和尸检报告出来以后才能分析，从中寻找线索，所以请市委给我们一些时间，我们会在一个月之内破案，否则我个人愿意承担一切责任。请在座的各位领导放心，我不会拿自己的职责开玩笑。啊，林英同志啊，看来你是有把握的，我呢就不说什么了，我等着你的好消息。林局，你回来了啊！我听说你在市委表态了，怎么连一点回旋余地也不给自己留啊？这么大个案子，如果要破不了，我这个公安局长肯定是有责任。真要破不了案，你我都有责任。我年纪大了，下就下了。你正当年呀，这公安局长才刚刚上任，现在想不了这么多了，只有一条路，破案。根据法医的尸检报告，被害人死于夜里的一点到两点之间，有人在他背后用手掐住他的脖子，导致其死亡。
但是现在在表面上还看不出什么痕迹。现场勘查情况怎么样？技术科报告说是用螺丝刀一类的金属工具用撬压方法弄开的门和抽屉，但是现场没有留下一枚指纹，足迹也不够清晰，有的还被进屋的人给破坏了。那罪犯是怎么进出的能确定吗？有两种可能。第一，案犯从窗户进入到办公室，然后再从办公室内打开门锁作案之后从大门逃出，理由是办公室的一扇窗户的玻璃被打碎，而大门是开着的，没有任何被撬压的痕迹。但是技术科的人说作案现场是在楼上，而这个楼的外面很难爬上去，所以也不能排除凶犯是从大门进到楼内，作案之后再伪造了第二现场。就这些。技术科这帮人是干什么吃的？说话两头堵，怎么说都有道理。这让刑警怎么干？被盗物品都有什么？被盗的物品倒不多，主要是钱。事后我们询问了几位被盗的领导，他们各自报了被盗的钱数，总共加在一起也就4200块钱。情况大家也都了解了，说说吧。好，我说，在座的都是刑警，刑警是干什么的？破案的。今天我们在这儿研究案情，大家都别掖着藏着，有什么想法都说出来。林局在市委表了态，那是代表咱们全局表的态。所以说这个案能不能破，能不能如期破，我们在座的谁都有责任。罗厚平，你是刑警大队长，你带头说吧。我不是不说，我是还没想好呢。啊，还是你们领导先说说吧。师姐，你以前也干过刑警，破过不少案，你说说。我是被刑警大队甩出来的，我没有什么想法，没有。我是管治安的，治安跟刑侦是分不开的，扔块砖头吧。常言说得好，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牛局，你别有什么想法啊。我能有什么想法？你就说吧。大家都看到了，被盗是市委领导的办公室，罪犯非常熟悉现场，侵害目标非常明确。另外我觉得不应该排除外来人员作案的可能性，现在交通这么发达，进进出出很方便，我建议应该查查我们的旅店这两天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员在那里住过。对了，还应该查查出租车还有公交车案发前后有没有可疑的人员去乘坐。全市有几千辆出租车，几十路公共汽车，还有火车站，怎么查？当然不好查，如果好查的话，我靳树林自己就可以去立功。案子一出就破，那要你的刑侦局长干什么？我把思路提出来，至于听不听怎么做，那是你自己的事儿。
家还有什么想法，都提出来。刘局，那你看咱们的工作该怎么开展？我现在还没想出个一二三来。这么大的案子，光靠我们刑侦一家肯定是不行的，得全警出动。你是局长，考虑得更全面，请你做指示吧。那好，我先说说。根据现场的情况，我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凶手和死者是内外勾结合谋作案，由于某种原因，凶手杀了死者灭口，也就是说死者也是作案人之一；二是凶手是独自作案，被死者发现了，为了不暴露自己，杀人灭口。我初步推断，我们要找的这个人应该是40岁以下、25岁以上，而且是个惯犯。我这么说的原因是，做这种案子既要有体能，也要有技能，而且目标定的是市委大楼，又是盗窃又是杀人，年龄大了干不了，年龄小了没这个胆子。根据法医报告显示，这个人极有可能是一个左撇子。把以上几点归结一下，那就是说，罪犯是一个身强体壮的中青年左撇子男子。针对以上的分析，我们的工作应该分为几条战线。第一，围绕受害人的社会关系展开调查，看有没有符合上述条件，在近期跟受害人频繁接触。第二，对全市的人口大兜底，排查所有符合上述条件的人。各派出所一定要对辖区内的人口查透，一个都不能漏掉。第三，全市的出租车、公共汽车都要调查，看看在这几天有没有可疑的人乘坐车辆出入本市。第四是要查饭店、旅馆、洗浴中心等等，凡是外来人口能够留宿过夜的地方都要查到。林局这么说方向就明确了吗？好，我马上派人去落实。南浩，抓紧时间马上动手。我也没什么意见，就照你说的办吧。我看林局的部署很周密，也考虑了各种可能，希望大家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投入到工作中去，不放过一点蛛丝马迹，尽最大的努力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突破。听说你要来当局长，当时还有些人说你不努力了。我看你刚才在会上谈的还是很在行。我在白山分局的时候就是主管机关，刚才方案虽然是部署下去，可我这心里还是没底。大兜底排查的做法是迫不得已，既费时又费力的，很难在短时间内取得突破。我在想能不能把范围再缩小一些。你现在有线索吗？现在还不能确定，我得再核实一下。说缘露宿
总是天涯不绝缘，夜黑暗分明有凶险在前，夜阑珊只见你勇气不减，说过要让云开，雾也散。